啊，助理掉井盖子里了，那他工作怎么办？你老婆我可以去啊。支付宝到账10万元，给你一天的兼职费。你今天在电影节的任务就是接待女明星瑞贝卡。嗯，已经迟到2个小时了，怎么还没来呀？赶紧吃点东西垫垫肚子。嗯。嗯。嗨，瑞贝卡。嗯，什么味儿 ？Holy shit！ 吃的是什么？猪食吗？这是煎饼果子。赶紧把这种穷人吃的东西收起来，别让我看见。国内就是穷人多。您先喝口水。你不会从饮水机里接的吧？真 low！ 像我这种出过国的，只喝瑞士的天然矿泉水。喝什么瑞士水呀、啊？脑子里的水都够他喝一壶的了。这不是莫氏集团的总裁吗？电影节就是他办的，真是又帅又钱。他一定对我有好感吧？你也配勾搭帅哥？帅哥都是我们这些大小姐的，你们这些小先生。说不定他是在勾搭我呢。你们这些穷人见识不多，想象力挺丰富。不丢我在，有我在，莫总不会干你。我今天是来领最佳新人奖的，待会儿莫总会亲自来给我颁奖，我一定要画得美美的。美美的。化妆师，化妆师，你要死啊！连我化妆护肤品都不带，你还想不想干了？对不起姐，实在是忘了。领完奖，我就让你们莫总把你炒了。你就这么有自信，莫总会听你的？不然呢？莫总刚刚都对我笑，很明显是想让我当他的总裁夫。祝你好运。我宣布，本次获得最佳新人奖的是，没有。怎么可能？凭什么？就凭你崇洋媚外、目中无人，生在中国，长在。